失的期间，各位玉军两个人会当注定终身。但可是，这日子咧过嘛真紧，已经经过一段时间咯。这个玉军到底住伫什么所在？我四处探听，也找无伊的身影。我做一个查甫人，应该共负责任，哪会当去辜负人？也毋过，我嘛来讲啊，阮家住伫湖港，唯一一间的武馆。为什么到今因家的人拢无来到阮家，伫咧找我咧？唉，莫甲想遮尔济，应该真紧就有消息啦。家庭不可外扬，阮祖囝袂出嫁，我拢毋敢带我的三军出来。遐人探听，湖港只有这间武馆，应该是遮无用着。进门内面够有人去的，来了。有请了，唔知来这要找什么人？我是要找一个人，叫做陆剑堂。你请我，请。这间武馆无太大间嘛，你是一个剑堂啊吗？是啊，你是馆长，来到这唔知什么代志吼？我是请。青龙，我是宝天，今天来到你这，我就是要找你。你可有捌一个查某囡仔叫做陆军吗？有，伊就是我的查囡。呀，伊甲我讲过，陆武中年，恁两人做成夫妻，起码阮查囡已经有新大巴肚。我今日做嫁亲的人，贵妇来恭亲，我希望你会当负责任。你是青龙，对哇？你是玉军的老兵，无唔对哇？啊，亲事当然啦、啊，啊，是你给阮祖囝困呢。即马有生的囡仔是你的，应该负责，敢毋是？亲事着爱讲讲的啦。我这个人足凊彩，我真疼我的祖囝，甲个掌上明珠同款，直咧甲伊疼。我看你生做一条好人才啦，应该这个亲事爱讲讲。对，应该是爱负责任的。系啊，但可是。这件代志嘛，爱经过我的父母，爱你的父母同意。阿公讲，我大大青龙的身份来到这，你那爹敢唔同意吗？对，就是无同意。哦对，青龙娘，你来无恙啊？来是你陆天山呐、啊，家在你无几年多无事啊？十三年我甲你记真条，啊你嘛真牛，比伫这个所在啊！好，今天我来找是找你哦，安尼唔免后生了。好，不要紧，细陆嘛，两比伊是你早拄是后生，人讲吼。冤家路头下啊！十三年前的代志，我会当甲风水同流，亲上加亲，这算咱的缘分真正有够深的。恁后生甲阮祖囝困到有死大巴肚啊！较早的代志，我会当甲夫妇的电来，叫恁后生甲阮祖囝负责。我咪伫遮，拜你所赐。即摆你意思是讲，阮后生困着你的查某囝，来负责任是毋是？对啊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这哦，这就叫做一句话：漂亮的礼包，做威求行动。玉天山，到开始。十三年前，你做不好的某囝，害伊就先错了。要加倍作用，要加好你无？为着失脚面，我还叫别人甲乌光啊，感觉还阁袂了真水。即摆你叫我后生，一定爱对你的查某囝负责任，无可能啊！阮囝嘛真听我的话，我若讲袂当娶，伊就袂当娶。虽讲伊若强逼的，我卡下该告状。然后。十三年前，
你的个性真正拢无改变。十三年哦，算我细佬囝细，啊你是后生，还叫倒是不是？这叫做报应。好，真好，好你是去报应。今仔日所有发生一切，阮祖囝互恁后生签房银，困算的嘛拄啊好啊。吃嘴巴嘛，赚不赖呀！生后生你请摇摆，我跟你讲哦，今仔日我已经知你伫乌港地界，让我天山你给我听好详细。今仔日这个圆，这个弯，我喊你结掉。上好你给我打电出去，阿拉无，我绝对无放你家乡。啊，我来吃七分汤等你。好。对，我叫你讲小话，你讲到这困我之人来找我叫，在咱这里不受够，敢讲你不知咱下海深深，敢讲你不知你老母是阿天上的事。对哦，你是故意要来攻击我，你是故意来要欺我死，对哦，不是安尼，我唔知伊是青龙妖的造叫，无对，我可是伊人输定伤心，又过个过年是无辜的，对哦，啥物叫做无辜？那安尼十三年前，你老母嘛做无辜的啊，啥物人我都帮助伊。那恁这个意思是恁老母应该的咯？伊的查某仔是无辜的，恁老母不应该死吼？欠妥，老爸是安怎教你？你欲下山去，我嘛讲好。我对你非常的信任，为什么我当倒来煞唔是恁想要让我死亡？死亡的人是你。应该都听老爸讲，可是，表达我还是袂当连累后一代，以后跟我真正十三年来这开阔袂落去。你若真正甲我准我是老爸，你免伫遮甲我跪，你跪到趴倒去，老爸嘛是讲，我袂同意你的分数。你若真正个坚持。要娶伊，好，从今以后你莫叫我老爸，老爸嫌我嫁着你，你嘛唔免叫我，你会当去，今宵夜我话，所有青龙爷的囝婿你叫烧嘛，下下亲手你嘛免报啊，老爸家己报，老爸这条性命难死，我嘛会当改变，我答应你。我卖错，也害亲戚，我一定要报。这个无我无爱啊，这个叫我无爱啊，我干那要安怎哩？行过为咱陆家报冤仇，弟啊，是害你一时的做不对，你原谅我，我袂让你失望。我哋感情用事，忘记咱陆家的冤仇，我一定会报仇，我一定会报仇。这个话是你家己亲口讲的，我讲老爸无病，我答应。我知影，要叫你写着这条感情，你绝对做不到。啊，不过，我无才调面对阮手人的查某，叫我做媳妇，看到伊，我就会想到伊老爸对恁老母的恶言恶语。你记住，阮手人，永远都是阮手人。对啦，真正，我知影，你搁去找伊。
相信老爸的个性，你家了解。莫讲老爸会对你无客气，监督，老爸就亲手打你。我知影了。变啦，你家己的代志做好就好。所在，就袂倒来。哎呀，小妹一定会出大事。